先，我是中国女排的一员，就是国家培养出来的运动员。我非常感谢我的国家和中国女排这样的一个集体多年的培养，所以我愿意把自己的最宝贵的金牌捐到中国体育博物馆。我也是希望中国女排精神、奥林匹克精神，来激励更多的人奋发图强，也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的强大。